与勇士同行。在职场的里面，人脉是非常重要的。人脉不仅仅是人才的汇聚，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知识跟资讯的汇聚。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真正勇敢的心，也让我们知道如何跟真勇士来连接，能够连接更大，甚至比我们可以强强联手，我们可以有这个度量可以连接在一起，然后呢能够不断的扩张人脉，不断的扩张资源，让更多的资源可以被整合起来。当我们真正成为勇士，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要与其他的勇士同行。